謝和小姐。不過我覺得我不單止是一項發明，更加是一位助手。原來你插嘴都幾叻㗎喎！呢個係卓維，係東尼史達現創嘅人工智能助手。佢唔單止有齊曬史達先生所擁有嘅各種知識，而且仲有埋佢嘅幽默感添。多謝王小姐。其實我唔係讚緊你啊。唔係。正如我所講，我將會同大家介紹一項好偉大嘅新發明——電反應能源器。呢個係全球第一個潔淨能源發電機，而發明佢嘅就係東尼史達先生嘅爸爸侯活史達。侯活史達係史達工業嘅創辦人，佢認為只要有科技，就任何嘢都做得到。不過科技需要有能量來源，侯活史達喺當年揾唔到用之不盡，而且完全冇污染嘅潔淨能源，於是佢就索性自己發明。侯活將佢嘅新發明稱為熱反應能源器。史达先生成功继承爸爸的发明，还将他发扬光大。今日燃反应能源器可以提供足够的洁净能源给整座摩天大楼，好快这项新科技就可以支持整个城市甚至整个国家。今日大家会亲眼见到能源发展的未来是全靠这个不可思议的新发明。史达工业，创造美好明天，从今天开始。